好。开始啊，喝个水而已就开始哈。好，来，这个是在CRV 跟 FIT 的 Honda 的社团里面开直播了哈。那大家好，我是 KT 的魏经理。那今天呢，要跟车友们来介绍的当然是 Honda 的车款哈。这台 Honda 的车款是 Honda 的 FIT 的 G1。这台车其实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这台车啊，到目前它的那个二手车的行情啊，哇，超级夸张，比 Toyota 的一些 Artis 呢，甚至一些很热销的车种都还要来得受欢迎啊。也就是说，它的车价非常非常的保值，甚至是不输哈之前经理开的那个 Golf 七代的 GTI 哈。那这个车有时候在二手车的市场上都是一车难求。好。那废话不多说，今天的车友选择 KT 的避震器的版本啊，是道路版，而且车友有很丰富的改装经验，因为经理从刚刚车友在改装避震器的时候，已经准备好了他原厂的前上座的橡皮，好，还有轴承，就知道这个车友一定是老司机了哈。那今天要改装的 KT 的道路版呢、啊，这台车的配置呢哈，车主其实本来啊已经改装了避震器。改装的是这个也是台湾知名品牌哈，这个应该算是日本品牌啦，后来全美的话把它拿下来变成台湾自己的品牌 Body Club。 那车友有反映一些状况，因为他有做过 KT 的设定，其实 Honda 的 FIT 啊，在我们 KT 的北区的经销商，在龙潭哦，桃园的龙潭啊，有一台一样的车哈， Honda FIT 的 G1 可以给车友们来试乘哈，所以如果车友们有想要试乘，记得跟我们联络哈，都有实车可以提供给试乘。那本来这个 Body Club 的设计呢，车友反映说它的乘坐感觉的话，会比较偏向运动化一点点。那 KT 在这台车其实之前的设定跟现在设定，就好像是我们手机一样哈，会不断的 update， 会不断的更新。像是后方的弹簧啊，以前是打170mm， 那比较大概今年年中还年初我忘记了哈，有把它的弹簧的长度啊拉长了3公分，也就是它后方啊，这台车前面只要水准不要太差的避震器，前面不太难设定啊。最主要是后方，因为它后轴很轻哦，又加上拖曳臂的话，所以后轴的弹簧很重要，弹簧的形式很重要。后方的话 ，KT 是配3公斤。好，那假设其他的品牌一样是配3公斤，可是它是做直卷式的弹簧。哇，那糟糕了，这台车就后方就会很颠哈。那所以后方的话 ，KT 的一个弹簧的外径啊，也打得很宽哦，让它的舒适度更好。那弹簧的长度拉长了3公分，长度的话，自由长度来到200mm， 所以自然会比较好做一些哈。那讲了很多，老王卖瓜还是不准哈。车友要选择避震器的话，经理还是推崇就实车来试乘会比较客观一点点，刚好我们自己都有这台车啊哈，所以很欢迎车友们来试乘。那我们先来讨论一下 Body 的这个避震器哦。其实经理会在这样分析的过程里面，有时候啊哈，难免会譬如说这个品牌好与不好，其实都不是哈，因为每一套避震器啊，包含 KT 也是一样，适不适合才重要哈。那乘坐起来的感觉到底适不适合个人驾驶的一个操控哈才是重点，所以避震器没有所谓的好坏了哈，就是端看是适不适合而已。那这个是它原来的上座 ，G1 跟 GK 啊，这里的零件不太一样。那这个橡皮的话都是共用的，这里有一个轴承，这个轴承其实的它的品质啊非常非常的好，它是德制的，所以它的轴承的能够使用 INA 的品牌，能够使用的里程数其实还蛮多的。但这个橡皮就真的是消耗品了。这个橡皮啊，它用久了之后，这个高度它会压扁、会扁掉、会变形，所以换避震器或者是。